喜欢煎鸡蛋还是煮鸡蛋？煮鸡蛋。喜欢熊猫还是小熊猫？小熊猫。喜欢甜豆浆还是咸豆浆？甜豆浆。喜欢心灵湖还是黑骑士？心灵湖。喜欢我还是江继玄？喜欢你。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你喜欢这个项目？还蛮有意思的。和心灵湖比呢？如果让你来开发，这两个案子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个？你喜欢哪个？异世界黑骑士是个商业化题材，完成度很高，是个稳赚不赔的项目。心灵湖题材比较小众，而且商业度也不够。我知道异世界黑骑士很好，我是在问你，你喜欢哪个？去做你喜欢的那个，不用管别人说什么。从前有一片湖，传说中那里是星星坠落的地方，名叫心灵湖。哇，这个故事好棒啊！哥哥，你把你喜欢的故事做出来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了，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啦。好啊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就把它做成动画。那我们拉钩，不许反悔哦。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么纠结，要不我帮你吧。我们来做第一反应的游戏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谁在一分钟之内回答的选择题多，谁就获胜。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。喜欢猫还是狗？狗。喜欢变形金刚还是毛绒玩具？毛绒玩具。喜欢煎鸡蛋还是煮鸡蛋？煮鸡蛋。喜欢熊猫还是小熊猫？小熊猫。喜欢甜豆浆还是咸豆浆？甜豆浆。喜欢心灵湖还是黑骑士？心灵湖。喜欢我还是江继玄？喜欢你。我就是随口一问。我也是随口一说，这是口误。我真的不喜欢你，既不文静又粗枝大叶，贪财还微胖，总是喜欢气人，还有一些糟糕的坏习惯。在你眼里我就一点优点都没有吗？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也不用这么贬低我吧。其实也不是没有优点。